对主持人的这个严苛的态度很惊讶哈，你刚讲半年，如果大家了解中央政府机关的效率，半年之内要盖一个这个厨余的蒸煮中心，你说很快了，很快了。你看那个桃园机场扯多久了？我都感觉每一天猪瘟都要来了，你还半年以后。我当然知道防疫视同作战，当然这个猪瘟问题不能拖半年。可是你看桃园机场的第三航下，你看桃园机场的跑道，半年送就进了哈。我给大家看这个是蔡总统哦。最近的这些，所以我们要防疫的是下一波的猪瘟吗？如果这样的话就太惨了哈。这是之前的回廊谈话提到猪瘟啊，蔡总统拿那个卤肉饭的照片出来给大家看。元旦的谈话又谈猪瘟，然后今天亲自跑到这个金门去哦，这当然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哈。那我同意刚刚这个柯志恩委员讲，其实农委会主委并没有那么重要，好，行政院长也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报告，最重要是总统候选人啊。这个很重要，他是总统，不是总统候选人。他是总统，可是他的心态已经是总统候选人了，面临了这么多的压力跟逼宫，他的那个发条一定是转到最紧嘛，所以他亲自到金门去，我一点都不意外。而且之前虽然赖院长去的，我还是要再去一次哈。那这个我其实主任，你要我比较单纯，我其实，在蔡总统的那个元旦的谈话哈，我有点被他吓到。蔡总统说，如果连这种猪瘟的防疫都不能合作呢，谈什么两岸一家亲？好，这个新年谈话他讲的，那时候习近平是第二天才讲话哈。那我那时候想，蔡总统你这样是不是有一个陷阱啊？如果国台办真的回应哈，如果猪瘟防疫的话，两岸可以合作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谈两岸一家亲呢？我把它倒过来想啊，就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有多单纯哈。那现在当然是我这个当然是做梦，但是如果对独派跟特定媒体来讲，它是有操作的空间，怎么操作？你已读不回嘛？你资讯不分享嘛？好啊，这金门的哪里飘过来的？不太可能从越南飘过来了，也不太可能日本、韩国嘛，一定是你阿强啊，一定是福建的。这咱台语讲就是小美本啊，我的 Q 记的小美本，那真正非洲猪瘟守不住的时候，他要拿这个来操作，这个吼是我小人之心来这个怀疑哈。但是我要引用这个柯市长的话来告诉蔡总统，柯文哲说哈，我们不需要解释问题的人，我们也不需要说明问题的人，我们要解决问题的人。因为金马是滴滴之间，你主帅亲征都跑到金门了。假设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假设非洲猪瘟突破到我们这个国内来，那怎么办？一定追究的，一定先问蔡总统，你也执政团队去冲起来。我最后我对这个农委会的这个常任文官我比较有信心，没有主委没有错，但是常任文官他们之前经过 SARS 的啊，这种什么口蹄疫、禽流感什么，我们的政府，好，我们这些常任文官对这些防疫的工作有一套 SOP 在，也许不能尽如人意，也许哈，主持人我讲的乌鸦嘴，也许可能会有我们不想看到的状况。可是我相信各单位的，即便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即便蔡总统什么逼宫什么，可是相关的工作那是 SOP 都有在做。所以我们的文官还靠得住，就是。这个文官是即便政党轮替，它是很多年的累积的。我现在不在立法，我不清楚他们做。不过我是希望说，农委会中央层级的官员，我希望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太多积极的作为，可是我希望他们是外慈内张呢，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内部很紧急、很积极在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非洲猪瘟在台湾后，那没有像中国说那样一下子蔓延22个省，至少我们台湾是守住，我们台湾有台湾海峡，我们现在还没有本土疫情。对这个天然屏障，这是天佑台湾的哈。但是确实，厨余养猪这个绝对不行。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上次就评析过嘛，台湾我们现在有600万头猪，有一成是用厨余的，大概60万头。如果我们就断掉，不要用厨余，一头补助3000，那18亿嘛。那我们是要损失18亿，断绝掉这个厨余养猪可能带来非洲猪瘟的传染，或者，如果不断掉，万一染上了，那是1800亿的产值哎，所以这1%的花费，我不懂。如果我们现在对啊，我们现在就是不走这一条路，农委会为什么不这么做？还有半年内，我认为最彻底的方式就是政府出面，那解决一头3000元。那我刚刚讲600万头，一乘60万头嘛，18亿就1800亿，全体国人都会同意哦。那猪瘟这个作战，不管民间或者政府官员，最怕其实我们这是人性的作战，这跟人性2点作战。第一点自私，第二点侥幸啊。你看自私，海面上会有那些猪只，可见什么？海面不平静的啦，
就是可能有走私的嘛，哦啊，自私嘛，有的人养猪的或者猪商哦，他们想说啊，不会那么倒霉，拿来做成他的部分，他手上的能销出去就好，自私嘛。啊，侥幸就是消费者有时候也侥幸，想说哎，两根肉肠而已，不会怎么样啊，一包肉松不会怎么样哦。自私跟侥幸永远是防疫最大的敌人呐、啊，所以怎么样去杜绝自私跟侥幸？我认为说政府首当其冲一定要负责任，就是我刚刚讲，像厨余说去用蒸煮社、蒸煮中心吼，我三里讲啦，袂误期啊啦，袂误期嘛，你来这么弄这个东西，缓不济急啦。简单讲，缓不济急。你光去设那样子的蒸煮中心，然后你还要考验人性哦。就我刚刚讲的自私嘛，那谁愿意还要再花那个人工拿去蒸煮，然后从蒸煮再拿回来，那还要增加那么多人力，等于就增加成本。与其增加人力、增加成本，而且这些蒸煮也不全然有效，因为可能不彻底，有的可能没蒸煮到，那样的情况还是有漏洞。所以我认为啦，政府出面补助，那暂停这个厨余养猪，那政府担起来18亿把事情解决，18亿就1800亿的产业，这我个人的微薄的见解哦。这个 slogan 相当不错，而且我们现在有500亿的红利，正要发出去，不知道怎么用，其中拿几亿来做这个猪瘟的防疫，很合理吧？秀丽。这个防疫啊，这还用不到这500亿啦，这500亿该我们2300万人哦。那防猪瘟的这18亿，我相信农委会的预算有啦，科委员、蒋委员他们都很熟悉这个预算。对啊，这18亿对我们来讲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预算负担。我认为该花，这个该花，因为1%的比例嘛。不过你这个说要猪农、要农民们去吸收，这不可能啦。哦，这就我讲的，我们何必在人性上面跟人家挑战？何必挑战？他讲难听自私，可讲好听，哎，那我的东西啊，我的财产啊，为什么要牺牲我？当然他也会觉得侥幸啊，我喊你衰了，下面都阿爷，我也去丢掉，我也去加去丢掉。但是我们既然要杜绝，我们要整体层面来看，整体层面看就是要做到100%哦，宁可。错杀100，也就是说我们杜绝掉嘛，那政府出钱嘛。一个台湾两种看法哦，我觉得以现在目前状况看起来，台湾最后真的会有猪瘟的病例出现，是极可能的。那一旦出现的那一天，就会看到总统或是行政院会召开记者会，就是中共隐匿了相关的疫情。可是事实上，你从过去的这半年来的爬书，从8月之后跟联合国通报等等，我们在忙选举。不是说人家不跟我们讲，当然两岸现在关系也没有好到说我什么资讯都公开给你。我们的包含了农委会跟相关单位，他所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哪些地方有这个猪瘟疫情，其实资料并没有所谓的隐秘。蔡总统他现在启动自救模式哦，从1月1号到现在非常成功。那今天早上他有一个这个罗惠夫的这个颁奖典礼，那也特别的。让大家感觉他完全不在乎现场记者对他的提问。苏文昌要阻隔啊，因为今天有媒体独家报道说，就是苏文昌哈1月中就要接了。然后呢，讲说哎，这个四大佬啊，他什么都不讲，微笑以后咻一下坐专机就直接去这个疫区，直接去看，他要去关心猪瘟了。就是我们之前刚刚讲的，你还在那边讲说要跟柯文哲和好，倒不如去看高丽菜。现在蔡总统他回魂了。他脸书也回魂了，给大家看几个那个哈，这个是蔡总统1月1号，今天是4号，对不对？1月1号，蔡总统脸书那一天，他开放民众在升旗之后到总统府里面参观，他也穿了一个飞行夹克。大家讲说夹克是不是适当嘛？哈，观众朋友，这一个照片分享数一个分享而已。好，我也不知道那个一个分享是谁啊，就是一个分享而已。小编自己分享啊，分享数一好，我没有骗你哦，是你按的吗？照片没有，不是我，不是我的。分享数一是这个照片，但是当天的直播它是采直播哈，那导播可以帮我看一下有圈起来的地方。当天的这整个过程的直播呢，是146个分享哈，比那张照片多，因为它通常一个套图5-6张嘛，那刚讲那张照片只有一哈，146。我看了过去几个月，蔡总统就大概是在200啦、300啊，我有时候400多的分享，可是观众朋友，1月2号的下午3:50，那么蔡总统他召开了这个回应习近平的记者会之后呢，他整个脸书模式全开，而且呢100%多啊，1万多了，但100多倍的一个差距哦。这才146的分享，1月1号这一篇哦，我讲1月2号回应之后呢，14760个分享。刚刚这个柯志文还在讲哦，已经到20000个分享，没有下一个他
英文版的这个，哦，刚刚节目之前，现在可能已经冲破四万了，38000个分享，不是赞哦，是分享数38691次。那现在我在讲话的同时，可能已经破40000个分享了。之前是1月1号是146个分享，这个是38000多个分享，快40000。所以蔡总统他脸书模式现在全开，然后呢，四大佬打他也不痛，然后呢，他还立刻吸收日月精华，马上知道说我怎么苦民说苦，我不管你们这些台北政治界家问那些543的，说像赖清德，我都不管。重点是不是连任，重点是执政的责任。我跑去关心这个有关猪瘟的相关的一个东西，但是也看得出来，包含行政院跟包含蔡总统，他的做法都是中共隐匿，一旦未来有问题要中共负责，还是政治上的攻防了。刚刚我们讲到一点，因为观众朋友要知道，现在台湾有540万头猪，那吃猪跟吃牛肉的比例在台湾经过统计，就这个是有统计的，大概8:2，或甚至是更高一点，就是吃猪的多，吃猪的多，像是捞霸崩啊、排骨饭啊。那台湾的养猪户也多，他要看政府怎么做。那台湾的养猪的确是吃厨余，是一个很大宗的养殖系统。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看了这么久有关猪瘟的新闻之后，大概也都理解了，它不是像 SARS 一样，一个猪在那边滴滴一下或打个喷嚏，又整个就全部传染。它是从养殖系统当中，你只要避免可能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食物，不要让它吃到，它就不会有问题。那所以现在云林可以，为什么全国不行？刚刚在讲哈，那我会讲说半年之内成立这个厨余中心。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慧雲哥讲的也没错了哈。你要一个政府，不管是马政府，你要成立一个厨余中心，它也不是随便今天讲明天就有，它的确需要时间。可是请问，在厨余中心成立之前，你可不可以先禁止，或者是政府编预算补助这些农民啊，这些养猪户啊，即日起在厨余中心落成完成、安全无虞之前，全部都用饲料去养？这第一个，第二个，很多的专业的这些专家出来讲啦，现在台湾所有这540万头的养猪的这些养殖场，你必须要经过消毒跟禁止任何人员跟物品进去嘛。我们常常跑去机场，机场没有在养猪嘛，哎，机场的厕所又有丢那个所谓香肠肉干，你从人的这个源头去管说，都跟你讲要罚100万，你还敢带？他有的真的是不知道。那这些东西只要到了台湾没关系，你只要不要进到猪的嘴巴不就好了？所以重点在于厨余还能不能成为这些猪的食物嘛，如果没有就没问题，猪不吃就没问题了。那所以现在接下来就你从源头你不去禁绝，我刚刚讲的嘛，你厨余中心半年，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你不能讲说一个月给我弄出来，不然的话赖清德下台说好，那我下台我走了，那当然他做不到。可是呢，在厨余中心他落成之前，能够确保这个厨余，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再补一句，就算现在此刻我们中华民国有厨余中心，你也不能保证厨余中心里面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安全的，所以你就禁绝可能有，而且你不能保证每一个养猪户都真的会把厨余拿去煮啊。对，对，那所以重点就在这里，所以重点就是在这段期间禁用厨余是不是一个可能必须壮士断腕的做法？那禁用厨余饲料比较贵啊，那你要去补助它，你要去辅导它。杰哥，你同意？我刚刚就算了，对不对？我说一头3000嘛，那600000头嘛，180000。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成本的确是很大了。可是现在我所看到就是说，蔡总统他的确大回魂。那我刚刚给大家看，脸书上也都民意很提高，可是他大回魂的基础也建立在四大佬对他逼宫的同时，他是在强硬回应习近平的谈话。所以或许如果最后台湾有了这个疫情之后，可以再去有修美问这个事情，或许对整个的政治上的攻防来讲未必是坏事，可是对台湾来讲不是好事。所以觉得是故意要留一个漏洞？我不敢讲这是故意留漏洞，可能是这个霹雳手段太过激烈，也可能不敢随便寄出。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真的担心台湾会出现非洲猪瘟的病例的话，那你就是必须务必的不让它吃到任何含有病毒的这个养殖系统的厨余，那你就不要让它吃厨余就好了。